Hello， 大家好，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继续播客模拟器的游戏实况啊，这个名字我忘记了，反正我们看到这个游戏画面啊是 YouTube 那个视频播主大亨，但是他正确翻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来着的，应该是 YouTube 大亨吧，啊这个应该是 YouTube 大亨 ，YouTube 大亨。那么我们还是清楚开始游戏啊，用的还是模拟器，加入游戏啊，差不多大概应该快到末，就是手机版这个110的话快到末尾了，就快结束了。然后我们职业的话是，哎，这个又不能哦，可以拉了。职业的话就差一个没开出来了，来自粉丝游戏以及独家定制游戏，然后可以把这边也都开了，但是这个点数不够用，啊，这个插着推出去。然后每天录录游戏啊，然后瞎玩玩什么的。为什么体力没回上去啊？嗯，为什么体力就这一点啊？怎么回事？然后之前就存到一半吗？啊，之前没什么发过游戏啊，要么就睡觉回的少，或者卡 bug 了，不管它了，反正我们把这个点完就可以了。哇，这钱都快200刀了，30几万点击，就这样点掉它。哇，加了两万七的这个推荐用户，哇，26000。然后目前等级19级，480一天，好像没怎么赚啊。To be 之心，嗯，好像之前不知道存了当中还是什么情况。那每天基本上可以赚个大概将近1000。哇，这个突破多少了？800多万，这85万呢？5000啊，5K， 88万点击，快100万一个视频了，53万点击。我们订阅是70几，哇，80万了，加2万多订阅。看看录制游戏再录啊，反正就录游戏就行了，没有兴趣也没关系，兴趣录完也没关系，反正基本上现在我们这个。订阅高了，所以说很少有人会给我们减订阅，然后这蹭的一下就直接6个，然后那个炼金协会所有东西我们都买满了，估计新版本会有那个其他炼金协会的一些道具吧。嗯，我这个手不能架在这个桌子上，会斜的。400多万，你看加在26000，26000，26000，我都加26000，我86万的这个。8K 0.8K 0.8K 是多少啊？我也不知道，忘了。哎，这个浏览量有点高啊。快那么高东西，我看这技能点还没出来。最后一个是要花多少啊？这个都没开。有观众说这个要开《我的世界》这个冒险，还有多人模式。但他这个好像是作者还没有做出来啊，而且网上新版本我还没看到有这个内容，包括这个只需要一点独家定制游戏，我们要看独家定制游戏能赚多少的点击，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录录游戏就可以了，就录游戏来增加这个经验值啊，录游戏增加经验值是蛮多的，基本上一个游戏可以增加蹭两下，看这个一天的话基本上可以涨半管经验吧，就它这个很慢，发布速度还是太慢了。哇，快破100万了，快破100万，我这个有人加我点击了，快破100万的订阅了。然后我发现我这个只要有兴趣的话基本上他们都不会来给我点差评，哦，钱都快这个了，钱都快破万了。哦，这个点击有点醉啊！哇，捡了20000多，好吧，刚刚说没人捡呢。哦，休息。77天，我们只花了3个月不到的时间，2个多月吧。三个月不到的时间，我们有每天可以赚900多刀，
900多刀是多少钱？一天7000多人民币啊，六七千人民币。啊，快升级了。现在升级也是蛮快的啊，就是分分钟就可以搞到上面去了啊，那个经验值挺快的，蹭的挺快的。哇，170了。看这个，我们这个视频点击在窜，然后经验值在窜，然后钱也在窜，然后疲劳值不断的掉着，对吧？嗯，哇，170，好像突破不了，171了。减多了订阅，我觉得订阅减的，哦，加了26000订阅，那就是这个是万了，这个是千，3000多，那就是94万的订阅，我快100万订阅了。还没升级啊，再录个游戏，应该蹭不到顶吧？哦，啊，差一点点。哇，捡了我20000多订阅，没事，我们订阅多90几万呢，一天赚了1000多刀，税收掉我200多，有点坑。就录一个游戏就可以了，我们直接把经验顶满，然后休息一天。把经验值给窜上去，因为它只有休息的状态下是可以升级，不休息的话你反复累积经验也没用。哇，加20000多，睡觉。79天了，快80天了。80天的话，我们一共是，赚了，啊，录了414个视频，人都录傻了。可以升职业了，这个职业，这个东西，独家定制游戏。其实我可以升这个速度啊，发布速度翻倍。但是，哎，它为什么要两啊一点？独家定制游戏来一个，录游戏，然后完结，才录了多少集我们就完结了？然后直接开独家定制游戏是最下面的，好像。独家定制游戏三个，雪狼四，完美人生三，玻璃之刃是什么东西？这都不要钱的，你看。来，哦，他现在我在录了，没法去那个。我们在录制中啊。最后一集应该钱很多的吧？你看这钱赚的，哇塞，这个好像也差不多，也就多了一块钱。我这个有100多万点击了。124万点击，然后录制一下，录制新游戏《雪狼》，然后这个点击肯定高啊。完美人生三，这是粉丝啊，不是粉丝吧？应该是游戏厂商给我独家定制的游戏，不过也太挫了吧？这个独家定制游戏还是四代的游戏，你好歹搞个一代，然后我自己起个游戏名字啊什么的，录一下对吧？这钱差不多啊，我的点击200多万，268万点击，154万点击，哇，加订阅，通知好多，哇，好多人加我订阅，哇，100万了，然后这边是一万，这个1万美元，然后我们赚了1万美元，这里有大概100万的订阅了，400多个视频就有100万订阅了，有点强啊。夜幕降临1000多，每天可以赚1000多刀。那我们一个个录过去，就是这个现在生产的视频速度还是太慢了，能不能把这个等级加上去？嗯，要不到时候再录一集，我们把那个生产视频速度提升之后看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好像上不去了这价格，但是点击好像上去200多万，不知道为啥。100多万的点击，然后钱达到了10000多。哇，
174，我这点击涨的，就是好像经验值涨得很慢了，现在经验值涨得非常慢，非常之慢。雪狼会不会是那个战地啊？有没有叫雪什么的游戏啊？哇，又捡我订阅，81天，1200万一天啊！这钱已经不是钱了。一天就录6个视频嘛，然后休息休息，我们就定了游戏录，因为毕竟是职业游戏播客。这钱是在上升的还是在下降啊？一直在哦，好像在上升，176了，176万了。赔176块了，178了，快180了，突破180了，哇、哦，回家了。完美人生三，完美人生四，完美人生四什么时候出来？我想问一下。反正不要钱的。加订阅的人还挺多的。哇，快180万了。都是1-200万的这个点击啊，20级，等级越高越难升啊。其实这个1.10版本的话 ，beta 1.10版本的话是适合录游戏的，然后最新的 PC 版的话是适合玩那个播客，就是那个拍摄的那边的。可能到时候 PC 版，哎呦，这个180万，呸，180块了。到时候拍摄这个不是拍摄，到时候我录这个 PC 版的话，就是 PC 版126的话，可能我不走游戏路线了。反正跟填完，我们要过段时间录那个，等看看有没有新版本出来，或者有没有汉化出来，我再去录那个 PC 版。因为 PC 版的话，它这个汉化出来实在太慢了。手机版我记得也是有126的啊，不是 PC 版是123，手机版126跟123是一样的，但是它没有汉化。有汉化就好了，很可惜啊。180，因为126的话它是有一个126的话它是有那个叫什么来着的，126它是有这个评论的，有评论的。不录休息，看这集能不能再升一级啊，就疯狂的录游戏。反正现在录游戏经验值获得很多。作为一个新手播客，84天，我们已经有120万订阅了。点击总点击多少忘了，439个视频。想想我现在2000多个视频的点击，哎，惨不忍睹啊！游戏就是游戏，183啊，183美元啊，一个游戏录下去，我一个游戏可以赚1000块钱，这是不太可能的了。之前我们已经赚了13000美元了，13000多美元。我这钱这个真的是，我这还捡我点击有啥用呢？你这微乎其乎的这个捡点击捡20000多，我分分钟赚好几万好吧。这种黑粉我们不要，到时候黑转路转粉就行了。快500个视频了。哦，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总共赚了多少钱，因为之前我花掉很多，对吧？哇，都是100多万点击，你看有人给我加点击的。然后我们总共赚了36000多，36000多美元，36美元，3.6万美元，应该是这样说。总浏览量达到了这个91万，91万，然后录制了448个视频。哦，这已经超神了，好吧？这点击127万的订阅啊！我的天，玩的我都困了，你看，哎，
好困啊！我快190美元一个视频了，我升级也好快，现在就疯狂的录，不用去多干多余的事，就是每天录视频。录视频啊，三个视频啊，你看我们录制中啊，现在在录制中，然后编辑中啊，编辑只花十几秒就编辑完了，这不太现实的了。然后上传发布中，好像上传都没上传就发布了。哇，这188188188，我开森了，抓紧在这集以内，我们要把那个点出来，然后就可以完结了吧。外面这个车的声音不要在意细节，我看看啊，然后我们就这个没点，还这个也没点，这个也要点它一下吧。下一集的话把那个点开了，然后再看看能不能升一下什么东西吧，争取我们把这个系列录到十集啊。我现在手上是一共目前到录到这集，应该这集是第九集，应该是第九集啊，没错的话就第九集。2662，好，睡觉。86天，90天，我们可以达到多少了？达到这个130几万的订阅。我录游戏。哎，真的好困。你看我这没日没夜的录，一天六更，产量超高。哇，加订阅加的，我终于总收入快达到40000了。但这钱现在已经没啥用了，到后期钱真的没啥用。前期挺缺钱的，就是要买很多游戏什么的。就后期就录那个粉丝给你的游戏以及私人独家定制的游戏都是不要钱买的，对吧？哇，快200美元一个游戏了，87天，疯狂的录。这游戏太少了，估计到后期这个游戏正式版出来的话，内容会很丰富，不单单有录游戏实况，还有录，就是拍摄的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吧，可能会有一些评论回复。好，88天了。因为通过这个游戏的话，可以让观众们了解我们作为这个一个播客，它的每天的一些事情，就是录视频、发布、编辑，但是。不能详细到如何去编辑，如何去录制视频以及发布视频，但是也能了解到我们这个啊播客的一个每天的一个怎么说呢，播客每天能干什么事啊，就是录视频、编辑然后发布然后睡觉啊，就是这些很平常的一些过程吧，就是作为播客的一个实况录制的流程，或者拍摄录制的流程，只是一个简短的流程而已，并没有详细到里面的一些内容。要快升级了，再过一天应该能升满吧？哦，不用，这一天应该能满。199，我200到一个视频了，170几万点击，200美元一个视频啊，这赚的飞起来了。应该能升吗？哦，升不了，还要过一天。哦，97、98、200，89天，每天1000多美元啊，每天7000多块。
好，满了，睡觉，90天，下集的话我们可以看看那边的东西，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开了，速度给开了，我们提升发布速度，看看一级速度能加多少。现在发布速度是不是就指的那个制作以及录制的速度呢？提升一倍速度，好像没快多少啊，快了吗？没感觉快多少啊，说好的一倍速度呢？感觉不出来。然后最后那个怎么办？就是这边有一个职业这个链接，这个好像没啥用，也是提升那个参考链接，可以提升价格的。你的账户余额上百万美元，兄弟，这是这款游戏。哦，那有可能是别人提的建议的一些游戏吧。反正我们到时候再录一集，下一集的话把这个东西给开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有什么用的。我估计也没多大用处，可能会提供一些游戏，或者让游戏的这个点击啊，不点击，让游戏的这个收入会更高一些吧。好吧，那么这集我们先到这里了，下集的话我们就把最后一个参考链接给学了，包括如果多余时间的话，可以把那个拍客那边，就是那个拍摄的那个拍摄短片那边东西加看看，因为拍摄短片那边好多的内容是没有解锁的，比如你学了那个就是运动啊，以及那个什么生活啊，那个是录不了的。他说那个做这个版本是目前还没有制作完成，所以说，还是只能走游戏路线吧。好吧，那么这集我们先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